现在时间是晚上的，晚上的，就我看一下几点。哎，你的不会，7:15，你看我的。Apple Watch。我们在附近办事情啦，所以看到一间鹅肉店，然后生意很好，然后叫阿里港。哦，我们在哪里知道吗？附近有《国语日报》，我们在杭州南路。我们在那个、啊、哪里？对，在杭州南路，然后我们刚才点了一些东西，然后它生意很好，我们第一次来吃，不晓得好不好吃。我们又点鹅肉汤60块，然后点一个鹅油拌青菜50块，然后还点了一个波骨的中段，哦，可能是100多块，因为它这边写价格，可能会称重吧。结账我再跟各位讲，总共吃了多少钱。然后我们还点了一个好久好久没有吃的鲨鱼烟。鲨鱼烟到底是不是鲨鱼啊？不是，对不对？我也不想。鲨鱼烟到底是不是鲨鱼啊？鲨鱼烟。然后它的烟烟，然后它的价位啊，就中中啦。像它的鹅油拌饭20块，算还蛮平价的。卤肉饭30块也算平价。不晓得好不好吃哦，只是生意七点已经7:20了，15了，生意还是很好。我们原本想要吃对面的水牛城哦，可是后来觉得太慢了，因为我们今天比较晚，等下还要赶着回家。那最早这间是一间寿喜烧，刚才新店蔡琳在讲，一些我们偶尔也会来这边吃寿喜烧，忘记叫什么名字，可是它现在改成好神，好像是烧肉。然后水牛城在这边，水牛城感觉是一间非常老的店，里面生意很好，它是美式炭烤牛排。然后我们吃的是这一个阿里港，它这个鹅画的还蛮可爱的哦。那好不好吃不知道，反正就这样。这边有写拌，可以写它的鹅肉有半只，1/4前段、中段跟后段，所以你都可以选啊，选你喜欢的部位。就这样，然后生意很好啊，7:00多了，生意还是很好。要不要请你喝啤酒？他有啤酒哎，有台湾啤。鲨鱼烟是鲨鱼。真的用鲨鱼。哦，是真的哦，鲨鱼肉。对，可是鲨鱼有很多种类。那我们吃的可能是没有保育的，没有保育类啊，保育的现在应该都不能。以前的鲨鱼烟真的是用豆腐鲨，就是有的那个、哦，保育的就对。现在应该不太，现在不太会了。好，谢谢。看，不愧要跟我讲哦。好，谢谢。哎，这个看起来好好吃哦！这个好久，这是叫什么？小卷烧。我好久没有吃到这个嘞。这个是100块，对，一点小份的，对。对。哦，这个好好吃哦。我喂你吃一个。你只喂我吃。这个饭好多，这个给你吃看。你吃看看。你吃看看。很特别。很 Q。有那个鱼板的味道，对，很 Q， 很特别。外面是小卷没错，可是里面的东西不是纯鱼软，感觉有加别的东西。对啊，没错，不是散散的啦。它感觉里面有加一些鱼浆啊。对，然后这盘是竹笋，对不对？这盘80块，哦，这盘是80块，它价格是按中中，没有算便宜，感觉上。对啊，不过现在是台北市。然后这个鲨鱼烟是60块，这个很合理啊，我觉得这个就非常芦笋可能这是比较贵的芦笋吧，是茭白笋，然后所以它比较跟一般的那个不一样，比较贵，不是那个，那这一盘是最贵是竹笋，这盘是鹅肉，你吃一下它鹅肉看好不好吃。好吃，蛮好吃的，难怪他生意这么好。
所以大家如果来《国语日报》这边啊，杭州南路或者是中正纪念堂，其实中正纪念堂就在附近嘞。还少了什么没来？汤，还有一个汤。一个汤啊、哦。嗯。然后这盘青菜是50块，也合理啦，非常合理这个价格。50块。欸、这家如果下次我来这边，我可能还会来吃。就是如果附近没有特别说看到，就是有特地来吃什么，如果我来，我应该会再来吃。是来办事可能吃。对，我们是有事情啊。你吃一下他的鲨鱼烟，鲨鱼烟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块。对。鲨鱼烟我是觉得还好，然后我吃鹅肉好吃，我再吃一块鹅肉，再吃一块，谢谢。鹅肉啊，鹅肉它的鹅肉是有点肥的，其实我最讨厌鹅肉很干，那感觉它上面有一层肥肥的。鹅肉好吃哎，鹅肉不会很干。然后这个是写，它是写，这是招牌的鹅肉汤，这一碗60块。可是我觉得以60块来讲，它的肉超多的。我刚才看你，60块，60块可以哎，也蛮好吃。这个看一下，而且这是招牌，这个汤是什么味道？有，它写招牌，因为一般我的感觉啦，现在的汤很多都是做清汤。它这有点像肉燥汤，比较油，可是它有可能有加鹅油啊。这个很不错，而且蛮烫的。这感觉就是它用一些比较边的下去。你今天晚上要剪片对不对？今天晚上你要不要多喝点汤？你喝啊。我们这样这餐算很丰富呢，真的很丰富，算蛮好吃的。而且大家可以注意到生意蛮好，有想装好，有人走又有人进来。那这一份不到了。我猜这份要160、170，全不止。这份鹅肉多少钱？我们应该吃了快1/3，可是这份很好吃。我觉得里面这个第一名吧。那你切什么？中间。我感觉这个是第一名。啊，青菜就是也还可以。普通青菜就是这样，可是不算贵啦，50块在台北市。对啊，因为它其他的味道都还蛮重的。对啊，清淡，很清淡。哎、欸，你看那个新闻，曾馨仪，曾馨仪，郭台铭。对啊，郭台铭现在也在浮选，到处浮选，就是浮选啊。鲨鱼烟我真的觉得还好，鹅肉真的好吃。鲨鱼烟我觉得，你蛮爱吃这个的，小卷。因为我看你没什么吃，然后我点不到肚子。然后我吃啊。这个好久没吃，只是以前吃的。里面的蛋比较松，它的蛋是，它有点像那个生鲜寿司，那个生鲜寿司不是有一种生鱼片，上面是 QQ 的，对，就是像。
你猜，那你猜一下，我们这餐吃多少钱？你猜，我们中午，他会觉得我们中午吃太豪华，我们中午其实吃450。猜猜看，你猜一个数字，我猜一个数字。400，我猜500。好，我们看谁猜的比较准。我猜500，怎么可能400？这个60块，哎，这个也60哦，120，这个80，140，这比较贵，这样100，240。哦，对，有可能，我差500，你差400。好，就这样。那最后我们把标多少钱打在标题，让大家猜一看。这个鹅肉真的很好吃，非常好吃。拜拜。